Hello，大家好，我是带你看五零五二双结棍的陆哥。威尔的比赛胜负持续的在网上发酵。威尔在比赛完之后声称自己虽然被打倒多秒，但是后来追了回来，在第二、第三回合甚至是加赛的时候，对手只是假装很 OK。刘威在社交平台首次发声：这次比赛我觉得自己还是占有优势的，威尔是一个非常强的对手，在赛前制定的战术就是想在拳法上还有我的压制性打法上占有一定的优势。这两点我都做得非常好，当然这场比赛我还有很多不足，有很多技术没有打出来，我会继续努力，继续好好训练，给大家带来更多精彩的比赛。作为运动员，不断地挑战强者，迎难而上，也是我们对擂台还有观众的最大的尊重，也再次致敬在这擂台上一直努力付出坚持的球友们。伯乐识良驹，英雄惜英雄。刘威对自己的表现有褒有贬，对威尔实力也是非常的肯定，保持中立的一个态度。但是泰国选手苏帕杰很明确地说明了自己的观点：哇，威瑞完了，完了，知道吗？本人读秒是八秒的，你读秒十五秒，完了。对于这场比赛，他们两个人的表现都有可圈可点的地方。我们很多人都是通过网络直播看比赛，我们所看到的都是镜头所给到的，并没有我们亲自到现场的效果好，所以我们的判断可能有失偏颇。这个刘威肯定对威瑞进行了好好的分析，所以才打出这么一个读秒。威瑞遭到重击还能这么坚持下来反败为胜，也足以说明他的实力，让我们期待他更精彩的比赛。